哎，你怎么这样呀？没想到你会打鼓，这跟平常的你完全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打得很好。不会啦，这是你第一次打，以后会越打越好的。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。那下一次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我再打给你看。哦，你说的哦。那你下次要打的时候记得跟我说。 我之前呢，在路边看到那些街头艺人在打鼓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厉害，好羡慕。你是不是想学打鼓了？而且最近比较忙一点嘛，就想说等不忙的时候再去找你学啊。你会教我吧？当然会教你啊。哎，只是你忙归忙，身体要顾。好啦，我知道。好，我应该差不多要回健身房了。我先请你吃饭吧。 不然你又要等到下课才能吃。不用啦，到时候吃了又跟上次一样肚子痛，你忘啦？哦，对哦，上次那样不行。可是你也不能都不吃啊，你好歹吃一点点东西，一点点肚子。说的也是，不过呢，你不用一直请我吃饭。没关系，就当做是谢谢你刚刚一直在帮我加油。哇塞！ 林江，你有饭吃哦！这样你人真的太好了。哎，该不会是在发我好人卡吧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哎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林正雅，跟某人一样，学坏了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要发我好人卡，你不要跟着我。打你。 甩，往下，很好，往下，再来，开 and 上，开 and 上，很好，开 and 上，很好，开 and 上，左手同脚了，往上，快，开 and 上，继续，加油，四，很好，三，很好，一，零，右脚啊，左脚借我往前跨，下一样，上一样的 and 上。 停，好，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结束。回去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随时都可以问我。OK， 下课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许胜远，过来。你要去哪里？9点了，我该走了。刚刚都没有认真练习耶，像现在都没有人，我们再练习一次。我很认真。算了。 你要继续练习哦。比赛都快要到了，觉得我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吗？谁怕你啊？来啊！来啊！我一个动作，你一个动作哦。哦，好。准备。准备啊！5、6、7、Go， 下，很好，要甩，往下甩，对，继续，往下，再来，往下甩，再来。 谁看你啊？我就是因为不会才一直盯着你，少在那边自以为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你整套拳法都可以记起来，为什么舞蹈动作就记不起来呢？国术的脚步是固定的，跳舞一下从右边开始，一下从左边开始，我当然记不得啊。妈，那我待会提醒你嘛，右脚是右脚，左脚是左脚 OK，来，好，你的脚，来，5、6、7，往下，下，用力甩，好大，幸福缓缓降落，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微风，飞进了灿烂星空，把梦全都照亮，你让我拥有微。
其实你真的不用送我回家。我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回家啊？虽然你长得很安全。哎，你会不会好好聊天啊？我安全是因为我是海军陆战队的，而且我之前学过女子防身术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来啦，第一式杀！不用试，今天舞跳还不够累啊。好啦，但你今天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很奇怪。我，因为我不会跳啊，为了拿冠军，所以才被迫一直盯着你。嗯，好啦好啦，知道。啊，对了。马大哥说，以后九点之后男生就不能进爱情公寓了。好啊，那我送你去前面坐车。嗯，走吧。走吧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不用不用，好不好？第一试。走啊，走吧。走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不要了。是抽筋。对了，好痛！是一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，我踏入部队第一天起，就将整个体力依放在个人意志上，不严守军纪，重视荣誉，不让长官家人为我担心。你在念什么？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。痛就喊出来，不用硬盯。我哪有盯？我不是你，你很热心在那边耍酷。海军陆战队。我想请教我有氧舞蹈，你也知道吧，拍广告如果因为我耽误到大家时间那就不好了。可是你这种老是刁我的个性，我不是很想教。我会尽量改。改什么？我的坏脾气。这样才对嘛。现在还要跟他一起比赛。再来，往下甩，再来。他去意大利学咖啡品鉴，怎么有心思在想这个啊？我跟他，有可能吗？十句你有较清楚我，啊是讲过去恁一寡代志拢袂记了了。我是无啥确定啦，啊不过吼，我感觉伊可能有想起来小可淡薄仔代志。啊，顶下吼，阮去翕相啊，有送个仙女棒，伊看到迄闪光哦，有想起来迄个卡车弄过来的画面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想象代表啥物。啊，你表示伊特别好记起来啦。干嘛呢？啊，啊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当然我希望你啊，大家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过日子啊，就无遐多啊，上天都要考验你啊，啊，要考验啥古力哇？你出生，我就知影你是带天命来啊！带天命的囡仔，上天较会甲你考验啦。啊，连你四周的人都爱接受这个考验啦。你也有讲哦。我知啦，我要先去家己听，拜拜。师傅，我快挂了。你是要干嘛啦？哇，
太累死我了，我打工的事就已经够多了，王少妹还要我去跟她参加比赛。比赛？对啊，一个有氧舞蹈比赛，说是要一男一女配合，我看她根本在整我。原来，我还以为是我都没付你薪水，都不来帮忙了嘞。不要那么现实，师傅，你有需要帮忙，弟子一定义不容辞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开始练习了吗？就是因为昨天的练习，我今天才会这么痛苦。哎，我真的不懂哎，他明明知道我不会跳舞，还找我。算了算了，反正到时候丢脸是他。这个比赛有奖金吗？当然有啊。难怪，奖金对上非常重要。小袁，我上次看你拍广告跳舞那个样子，我觉得会拉低不少分数。没办法，谁要不找别人找我？上飞找你帮忙，你就要好好帮，认真帮，不要这样吊儿郎当的。师傅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王上飞了吧？喜欢他。师傅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王上飞了吧？我喜欢他。小月，你愿意帮我忙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只是我没有想到师父居然喜欢这种女生。小袁，你愿意把舞蹈比赛机会让给我吗？好啊，反正我自己不协调，也帮不上他的忙。谢谢你。那你再帮我跟尚飞说，征求他的同意。好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师傅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王上飞了吧？嗯，我喜欢他。办法，都答应师傅了，还能怎么办？许盛远，你是在整我吗？你答应的事情怎么可以又反悔？你不也是吗？明明说要帮我处理亮亮的事，结果竟然变成撮合，好险要出国。所以你现在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咯？报名表都交出去了哎。没办法啊，我打工比较多，时间尬不过来啊。那现在这个样子要怎么办？我要去哪里找人？我帮你想好了。真假的？谁啊？师傅啊。正阳，他可以。
意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他是我师傅哎，而且你会教他、啊。这样说也是没错啦，但是他愿意吗？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可以去问看他。我 OK 啊，哎，这件事是你惹出来的哦，你一定要帮我让正阳答应才行。好。嗯。不是雅芝那个菜盘一直搓，你一直搓都是变咸菜了。你那个拿出去了。哪会变咸菜？我也想帮忙。越帮越忙。吵架。菜做的太多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，开门。哎，我们去开门。好，你去开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。因为多，今天有大事。你就在客厅先坐，好不好？先坐，坐着吧。马大哥，我是回娘家，你是客人。你是客人，你是客人啦，不然啦，坐着坐着，先坐，先坐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哇，久不见。哎呦，晒黑嘛，一点点，皮肤还是很好的。哎呀，你的气色不错啊，啊，玩了一圈，气色更好了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买了些什么东西啊？马哥，这个要给你的。怎么奇怪，那么喜欢乱花钱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真是。来拿，就给你了。我也有。哎呦，你们三八哦。真是哦。哎，大志，这个是给十七年的。啊，给我的吗？那我看哦，是 Seven Eleven 的。哎呦，不是哎。不是啦，我这是在血池。啊，血池哦。谢谢啦。哎，马里快乐，你们这些有回龙泉去看看吗？哇，有回去跟那个时候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那你有没有拍照确认一下？哎，赵老师，你忘记军营不能拍照啊？对哦，对哦，忘记了。他是死老百姓，死老百姓，你要不要拍机密啊？要拍机密的啦，好忘记了吗？那个光兴跟佑鼎他们，他们去买锅底了。今天我是想说，你们难得回来哈，那大家人又多，所以我们就吃个火锅比较简单。要不弄一堆的意大利菜，我受不了，好累，好忙。好 ，OK， 可以吧？可以。婚姻生活怎么样？啊？还行啊。就是这样嘛。被叫何太太哦。不习惯。你看我时间啊，还长得很呢。两个人要试着去体谅对方，要试着磨合。对呀、啊、，OK， 下次就不要再花这个钱了，人来就好了。敬意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们先坐，你们聊，我那个菜还没弄完，一大堆，好。大家听到我这边哈，今天啊，请大家吃火锅啊，最主要有两个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各位何氏夫妻拜访啊，曼丽今天回娘家，曼丽欢迎你啊。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大家这样坐下来吃饭了，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大家一块聚一下。第二件事情算是小小的庆功啊，我们特别帮这个佑鼎、雅芝还有光兴啊、学文这边啊，啊庆功一下，他们啊帮那个侦探社拍了一个广告，顺利大成功，社长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相信之后的 case 啊一定会慢慢的多起来，所以就这两件事情啊，我们来找个这个借口来大家一起聚在里面吃火锅，希望大家开心，就这样子啊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要趁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婚礼啊。嗯，应该的。想说请你们大家吃饭，就没想到被你们干嘛呢？坤亮，大家都是十七年的，有什么谁请谁，有什么好请的？没有关系啦，啊，他今天还买了一大堆礼物送给大家嘞。对啊。好了，该感谢的也感谢完了，开动！耶！来，自己放自己要吃的，不要放一大堆都你们有的人都不吃。自己整的肉。干嘛？那个我们来拼地狱的。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好了。对，医生有吩咐我，现在吃不要吃太激烈的东西，太刺激的东西，屁股不好。哎，马大哥，你们不敢宅在借口不？不是不是，因为这天气这么热，我怕吃的时候又犯了，哇，我要回南部休养了。我回高雄休养，谁做早餐给你们吃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开动吧。来啊，吃了吃了吃了，自己放。好。要不要我妈帮你夹？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。邱婷。吃饭那边不要讲话、啊，班长以前没有教你啊。好了，朵拉没关系，他好玩的了。哎，既然没有人要挑战地狱大的话，我可以挑战了。哦，
哎，你有对手啊，学文啊。哎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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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马大哥现在跟邱又廷一起在拍短片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马大哥蛮有想法。你在说什么？马大哥蛮有想法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帮到什么忙，我都是出一些收梗。真正有想法是又廷还有光兴，光兴剧本写得相当好，对 ，OK， 很厉害。然后可是我的重点其实不是那个广告了，我真的想玩的是他们另外一个，就是那个蝴蝶鸳鸯大侦探要弄短视频，我是想要拍那个东西，是这样子。哦，是。如果说你愿意让我啊自编自导自演的话，我保证会控制在预算之内完成作品。对，马大哥，你每次都把政治议题牵扯进来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消费者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你千万不能一个一个都在得罪啊！没有啦，其实我没有偏袒哪一方，我就是耍嘴皮嘛，就是有些政治笑话这样子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不会，我尽量避免的，可以吧？我可以自己独立，对不对？自己可以啊，说啦。既然我有这个权限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可以合作。如果说你有意愿，你有时间。我们可以玩一些短短的，比如说三分钟以内的。马大哥，你又在自肥哦！你又在自肥啊！对对啊，马大哥，如果你要拍什么，你就找我拍啊，我都可以陪你拍的。不是学我，我不是说不找你拍，那也要有合适的角色才找你拍嘛。马大哥，你我在还在讲话，你我还在讲话，我还在讲什么？干杯！你都还没有讲完。料这么多，这个调味料包会不会不够味道啊？不吗？觉得还好啊，你喝喝看。好像有点淡。那不然就把我加下去好了。好多了啊，我们还可以加 cheese 啊，加 cheese 味道也会变重。嗯，我冰在冰箱里面的 cheese 你有看到吗？应该在冰箱上面吧，你找找看啊，应该有吧。哦，上面哦，有，找到了。找到就好。杨晴还有淑静吃饭，你觉得要煮什么好？煮什么？不用担心啦，在部队煮什么他们就吃什么，他们不挑的。哦，现在不是在部队，而且这是要答谢人家在你不在的时候陪我，当然拿出你的拿手好菜啊。那我们就找一间好吃的餐厅啊，这样不是很方便？不行，这样也太没诚意了吧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美丽的总编。你的诚意呢？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我就所有版主的菜都吃光光，这就是我最大的诚意。哇，你好意思哦。嗯。好了，那就交给我吧。好。可是我们东西买那么少，这样够吗？东西不要买太多，免得再买，要不然啊，你一定会忘记放到过期。还不是因为某人不在。我工作又很忙，所以才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负责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天天见到你。原则上是这样，没错了。原则上，那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我还是有几天会要当值日官，不能回来。什么意思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月里面会有一到两天，
不会待在营区。是只有一到两天吗？不会到时候只有在家里待一两天，这样我会生气哦。哦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我最怕你生气了。不然，等一下我煮海鲜大餐加松板猪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成交。OK。好，给我。那剩下的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没问题。佳佳，你不生气气的时候真的好可爱。干嘛故意说叠字啊？你不要再惹我生气就好了。我不是故意的吗？要是你敢再惹我的话，我就好痛好痛好痛，投降投降。你怎么知道拍打腿？杨琪明明说你不会女子防身术的、啊。我看了这么多年哦，看也看学会了。不过杨琪要教也不教好。嗯。哎呦，不关他的事啊，是我自己没有学好。不过你怎么突然想学防身术啊？因为我上次跟杨琪去胖卡，有一个客人偷摸他的手，结果他两三下就马上把他制服，超帅气的。我那时候就请他教我啊。想说这样子我也可以保护自己，是保护自己，不是对付男朋友哦。哦，对了，杨晴跟我说你调上来台北也不是固定的，之后可能还会再调走。对啊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军官会轮调，不过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，不用担心。没事啦，还是你怕远距离恋爱？其实距离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。我之前有跟你说过啊，如果你要调到高雄，我也是可以跟你一起去。只是我现在觉得你好像不属于我的，只要部队一下命令，你就会消失。我怕的是这个。佳，虽然以后呢，部队命令我还是摆在第一，我也不敢要求要你完全体谅我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，我不会突然消失让你找不到，好吗？你以为能演韩剧哦？我们两个是在演偶像剧啊。我手机里面这些背对的照片都是你哦。嗯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不想人家一直问，所以我们就不露脸啊。那我们是怎么熟的？因为我不是一个外向的人啊，就是很少人跟我很熟。我比较好奇我们是怎么变熟的。就是做 APP 啊。就拍照、啊。嗯，我们去很多地方哎、欸，我们去很多的观光景点，然后还有去很多餐厅吃东西。有时候你还会来公庙帮我关庙门啊，然后我们再去吃宵夜，就这样变熟了。没关系啊，不记得就算了。吃水果吧。曼丽，你今天留下来吗？你今天是黄将军，你不是何太太，你叫何况自己走路回家。咋子？人家快乐曼丽刚度完蜜月回来，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不要为难曼丽啊。她
他看起来没有很为难啊。曼妮，你就留下来嘛，拜托。你知不知道，自从你搬走之后啊，都没有人叫我起床了呢。呵呵，那上辈不是跟你住同一间？吼，你讲到他，我跟你讲，他很自私啦。他每次一大早起床的时候，他就先走，都没有叫我起床，每次都要秋瑾打电话叫我。赵雅芝，有男朋友叫你起床，不是很幸福吗？是很幸福啦，但是很烦呢。他一直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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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吵，都不让我好好睡觉。我把手机关机，他也可以念我哎。玛丽，拜托啦，拜托。今天真的不行啊。赵雅芝，你跟尚飞现在住同一间，你要曼丽睡哪里啊？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啊，还是你怀孕了？你跟尚飞现在住同一间，你要曼丽睡哪里啊？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啊，还是你怀孕了？你怕我踢到你？哪有怀孕啊？没有啦。啊？难道你们杜蜜月没有什么好消息哦？赵子，你会不会太夸张？哪有那么快啦？班长，我真的觉得曼丽跟宽亮生的小 baby 一定很可爱啊！你赶快生出来跟我们玩啦！赵雅芝，人家孩子生出来是要给你玩的。我开玩笑的啦，我真的很希望曼丽跟宽亮结婚之后生 baby 啊！你不要因为我开玩笑就不生 baby 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呢是干妈一号，我除了会玩你的小孩之外，我还会照顾他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当干妈一号？你忘记了，我是伴娘一号。那你生完小孩之后，当然是干妈一号啊。好啦好啦，给你当了给你当啦。然后上飞嘞，他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来？他哦，他很抢手啦。那他现在工作很多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说。赵雅芝，你不要八卦啦。我跟你说。对呀。尚飞。你下班了？你怎么没有回家，然后还跑来店里？因为我知道今天店里只剩下你一个人啊，所以我来帮你打烊。谢谢。是我要谢谢你。我？对啊，就那个小圆啊，明明说要陪我一起参加有氧舞蹈比赛，所以我就临时跟我说他太忙不能参加。但是他跟我说你应该可以帮我，所以我就来啦，想说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参加比赛。小圆这样说，是把责任都自己扛，来撮合我跟尚飞吗？这家伙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当然愿意啊，只是可以吗？你可以啦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都可以教你。我们呢可以常在一起练习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我们得到名次，然后拿到奖金的话，一定会跟你一人一半，只是说会耽误你一点时间。完全没有关系，不用担心会耽误到我的时间。这样好了，我干脆早上去上你的有氧课啊。我可以锻炼身形，我也跟你培养默契。你可以看我哪边跳得不够好，然后我自己私底下的时候去也练习。正阳，你人真的好好哦，不像那个小圆，说话都不算话。其实他不用帮他说话，我知道你人就是太好了，他是你的徒弟，你当然会帮他说话。好了，我们赶快收一收吧。你明天不是还要来上我游泳课，爬得起来吗？当然起得来啊。那你帮我收一下，洗一下那边的杯子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去洗啦。好。
赵老师叫我们赶快生小孩。他是不是忘记你还不适合怀孕？怎么问这问题啊？啊，就疼疼的啊，还说什么小孩出生还要当干妈一号。干妈一号，亏他讲得出来，也还是要直接跟他讲啊。跟他讲，他应该也听不懂吧？嗯、而且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呢，是把你照顾好。照顾好？嗯，你想嘛，那婚前都是你照顾我的，那现在婚后呢，就由我来照顾你，这个是做妻子的责任。那什么是做妻子的责任？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请示熄灯。晚安。好啦，那换我去熄灯。嗯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看你蜜月旅行的时候都没睡好，就觉得一切好不真实。你看我们结婚了，也蜜月完了，觉得自己好幸运。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幸运。好了，赶快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嗯。曼丽，曼丽，早安。吓我一跳，你起床了？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说的做妻子的责任。那当然。还要曼丽喂咖啡。好啊，那你先去外面等我，帮你用。背五六七，往下扩，右边，左边很好，跟上次一样哦，继续往下，往下。最后起停，好，接下来双手借我往你的左边，五六七 go， 开 and 出换，开 and 出换，开 and 出，再来二三四五六七停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原地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再回来重头一次。好，休息。对。正阳，我再教你一次哦。你这只手呢要往上吹，往上吹，对，往上吹，好，换边，往上吹，往上吹，吹，往上吹，对，你就往上吹，上吹，好，换边，爱的脚，我们试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开 and 吹，开 and 吹，很好，开 and 吹，很好。正阳，虽然你的动作有一点生疏啦，但是你的节奏感比小圆好太多了，果然打鼓的男生还是比较厉害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。你是他的师傅，你学新的东西一定比小圆还要快。没有啦，我要再多练练。你可以的，那我们再试一次。OK， 好，来了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开 and 出，再快，开 and 出，再快，开 and 出。等一下，没有那么快，有，没有那么快。对了，刚刚有个动作，就是那个拳击那个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找到天空去存在。我喜欢他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你愿意把舞蹈比赛机会让给我吗？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。看来师父真的很喜欢往上飞，而且还喜欢一阵子。来，这是加分酒，加八分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带你去看看。
OK， 那你等他睡前之后喝一杯淡盐水，可以预防抽筋。对，还有吃香蕉也不错。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这不是？哦，对啊，这是我买来送给尚飞的。每次尚飞跟师傅讲话就这么温柔，像是情侣一样。可我就一天到晚都有责。还想说你一定为省钱不买早餐，但现在有师傅在，我应该就不用担心了吧。真的好想想起来哦。我手机里面这些背对的照片都是你哦。嗯，我们去很多地方哎，我们去很多的观光景点，然后还有去很多餐厅吃东西。有时候你还会来公庙帮我关庙门啊，然后我们再去吃宵夜，就这样变熟。这里有监视器，也许我看到当时的画面就可以想起些什么了。到底什么事了？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这几天我带着雅芝去找广告商谈案子，广告的部分好像有遇到一些瓶颈。到底什么瓶颈？就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都是雅芝在担任，好像少了一些新的刺激。既然我们的公司版图逐渐扩大，是不是应该找一些男演员跟女演员，这样不管是群戏还是独戏，对我们来说可以创造不错的商机。可是我觉得雅芝是我们的活招牌，没有她就没有芝芝家族，也不会有停芝家族，更不会有现在的鸳鸯蝴蝶大侦探。我是站在雅芝这边啊，毕竟说到底雅芝还是我们的主力啊。当然当然没有错，那我觉得角色一定要多元才能接到比较大的 case。不是说你不好，就好比说啊，我们是一个工具箱，大家都是工具嘛。现在只有一只柔赖吧，你怎么修大机器？一定要多点东西，这个我蛮赞成的。我明白马大哥的意思啦，可是我现在还不稳定，我们就要扩大方向吗？这个你不要急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啊。等到这个人找进来之后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是所谓的中职教官啊，你是师姐，你要带他们跟你往前冲啊。不要怕，雅芝你放心啊，你还是我们女模首要人选。而且我是幼婷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对啊，秋鼎，我当然相信你啦。对，志强，因为我听说你之前马上调去木秋，可是后来又没去了。现在眼前最重要的是哪里可以找到有潜力的新人。新人或素人就等于说是没经验，你们这个样子不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吗？你说这边啊，就是太少运动啦，你需要去按摩舒缓一下。所以我是因为救素儿才出车祸的。素儿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他一直走不停留，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，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，
重复着期待又失落，我们都懂了，人生总是煎熬。